早，但是徐老在北大留下的一些著作，以及留下的这样的一些在学识上的宝贵的精神，都激励着后代的人们，所以他们今天也是特意赶来现场，来一起送别徐老。当中呢，也看到了很多的青年学生，我们也去找几位青年的学生，和他们了解一下他们眼中的许元川老先生。您好，哎，您是北大的学生吗？哦，是的，是今天特意来这个送别老先生。是的，您和这个徐老之前有见过他吗？其实没有，但是我是在一个月之前看了我们学校放映的那个90后的纪录片，然后那个纪录片是剪辑了一些西南联大大师的镜头，然后在那里边徐元冲先生还是比较健康的状态，所以得知这个消息我觉得还挺突然的，然后觉得自己身为新闻传播学子，然后也久仰大名，所以就觉得有必要来一趟。对，今天一起来的同学多吗？这都是我们学院的。对，其实大家和徐老都没有直接的这个接触，其实还是有的，因为对之前那个徐老百岁生日的时候，其实是在北京大学有活动，然后那一次活动我没有机会去到，但是其他同学有去到，可能他们对于他们来说，就是那个冲击会更大一些。对，印象当中，你的记忆当中，你觉得徐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徐老是一个努力有才华，然后同时也很真诚的一个人。我最早在那个朗读者的时候看到了他的一些讲话，就觉得他当时好像说自己是跟他是与时间赛跑去做翻译，所以是就是会为了自己的事业去努力的挤时间，然后去完成自己这方面能力的提升，所以也是我作为一个学生非常要学习的一个楷模吧。那你作为一个青年的这个学子，然后觉得徐老给你们带来的这种最大的财富是什么？或者他身上最值得你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是什么？觉得就是他对我来说象征着是一个时代的旗帜吧，我觉得是那个时代最高的一个成就的代表，尤其是在他专业领域，然后我自己也是希望能够以他为一个模范，然后在自己专业方面去不断提升自己，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延续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一个旗帜性的人物。对，那在你们课堂当中，其实平时你的老师或者你同学会不会实时的提到许元川老先生，包括他治学的一些精神，还有他留下的一些这个作品？其实因为我们是新闻传播学，可能不是说翻译专业，所以其实提到的不多，但是因为他也是西南联大的大师嘛，所以自己之前在阅读过程中也是了解一些。对，好的，谢谢你。您贵姓？我姓王。姓王。对，好，谢谢王同学。哎，好嘞，谢谢。想跟您了解一下，就是您是徐老的同事还是学生？我们是他母校的那个，对，因为他校友。
对，他是我们十二中的书记。对，方便您跟徐老之前，您在上一次见到徐老师的时候，什么？上一次见到徐老是在重庆，还记得吗？我们三月份到这个北京，我们也见过徐老啊，我们的老校友了。然后呢，就跟他聊了很多过去的那个求学，他求学时候的一些故事啊。就是在西南联大的，不在南昌高中，对对对，高中的时候，高中的对对对对。那你印象当中，就三月份的时候见到这个徐老，他那会儿的身体状态是？哎，身体挺好，精神矍铄，而且思维呢特别的敏锐啊。很多以前的这个经历啊他都记得啊。然后因为我们今年是南昌二中180周年，然后我们也邀请他那个十月的这个，就是包括学校的一些这个史料里面有没有记载一些，就是徐老当时在读这个中学时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他是一个那个思维很也很敏锐的一个学生。他当时他也回忆，他说他的英文当时还不是特别好，但是呢老师给他很多的鼓励激励，所以呢他那个就是英文学习啊那个就上了一个台阶，后来也投身到这个翻译事业，也有很大的影响。就你刚刚提到，就是在他中学时期，其实最开始他的这个英文的成绩是比较一般的。对。然后那个在老师的影响下吧，培养下他那个，对，有一个突飞猛进，他直接说一个突飞猛进。那徐老这个后面有没有回到过母校？回到过，对对。他和他的夫人，赵军呢，那也回到过母校，给我们那个南昌二中有一个新远大讲坛，在那给孩子们呢做了讲座，互动，影响都特别，影响特别大。还是学生们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反响？哎呀，那是，同学们就是觉得来了一个这个就是受人尊敬的老学长，而且呢就是很受鼓励，很受鼓舞。他让这种治学精神还是很鼓励这些后辈。对对对对，也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的骄傲。你是在什么时候给他发了短信？然后那个通过省里老师给他发了短信，他说要一定转到那个爷爷。所以这次特地从南昌赶过来，对，代表我们学校的师生，代表我们全体的校友来送老人，送校友。您是南昌二中的？我是联办，万联办的。万联办的。我姓杨。姓梁。杨。杨。木易杨。杨军红。谢谢。在送别的人群当中呢，我们刚刚也采访到了徐老的学生，还有徐老之前在读中学母校的一些工作人员，还有是北大新闻传播学院一些现在在就读的一些青年的学子，他们都是特地赶来在今天在大宝山的殡仪馆来送别徐老。看到在送别的长廊上放着这样的一束鲜花，上面也别着一张送别的卡片，书销中外百余本，诗意英法为伊人。那前半句书销中外百余本指的是徐老在生前所翻译的著作有上百本，据不完全统计呢是有150本左右。诗意英法为伊人是因为徐老他的翻译呢主要包括四类作品，中英、英中、中法和法中这四类。那徐老呢，他是熟练的掌握中文、英文以及法文三种语言，并且可以将三种语言的著作来进行互译。那这样的成就呢，确实也是唯一人了。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和镜头交给我的同事张娜和吴奇。
感谢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我们现在的位置依旧是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的大礼堂。那么刚才啊，在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许先生的告别仪式很快要正式开始了。那么在现场啊，在这样一个长廊下面，来送别的人群已经排起了长队，大家手持白菊，胸带白花，在等待着进场。在送别的人群当中啊，我们也留意到有一些来送别的人是专程从外地赶到北京，专程来送徐老一程。其中呢，有云南师范大学的师生代表啊，是携带一份特制的画册，也是临时赶制的画册来送别徐老。大家知道啊，在徐老的早年，在他特别重要的学生生涯是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度过的。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可以说是大师云集，群星荟萃，而徐老呢也是在西南联大夯实了自己的翻译基础，也是找到了毕生所热爱的事业方向。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画面人群当中呢，来自云南师范大学的老师啊，现在也是准备进入到灵堂当中去送远徐老一程。在他的身上啊，夹着的那本画册呢，就是专门为了送给徐老的。我们刚才在简短的跟老师聊的时候啊，他提到了一个词，叫做率真。因为云南西南联大的关系，所以徐老在生前经常会去到云南师范大学。而老师徐老在跟师生们接触包括讲座的过程当中啊，带给大家的一个特点就是率真，不论是在翻译方面还是说在他的为人处事上，都给大家带来一种特别率直的感觉。而曾经啊，我们在看到徐老过往的采访当中啊，他的夫人赵青就提到，徐老这个人一辈子都是把他的精力放到了翻译事业上，而在待人接物方面甚至呢还不如一个孩子。那么这样的说法哈，就像很多学术上的大师一样，他们似乎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才华都专注在了他们所热爱的学术方向，而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啊，就显得格外的纯粹，沉浸在自己的这样一个翻译事业当中，带给徐老先生无尽的乐趣和快乐。他曾经说过啊，翻译有的时候自己翻得比别人好，或者说呢自己比自己翻得还好，就会有一种巨大的快感和乐趣，这种乐趣是别人夺也夺不走的。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徐老先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啊，开怀大笑，说到情深之处呢又会潸然泪下。就是这样一位百岁高龄的老人啊，在他的暮年时分，他的心依然年轻着，他的心脏依然在跳动着，他对于生活，他对于翻译，他对于美的感知从来都没有消退过。那么稍后啊，这个告别仪式很快要开始了，我们也把时间暂时交给现场，也希望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啊，您可能身在远方没有办法赶到现场，但是也可以通过直播留言的方式表达对徐老的这份敬意和哀思。直播间当中啊，有网友留言。
只说永远的西南联大，许爷爷千古。还有你笑起来真快乐，说徐老您一路走好。还有这位叫 ELIAZR 的朋友说啊，一定要好好的学翻译。告别仪式就要开始了，在等待的阶段，不妨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徐老曾经接受采访时留下的一些人生哲理。那么他曾经在接受朗读者设这个节目组拍摄的时候啊，给大家留下了一句印象很深的话，他说人不在乎活了多少日子，而是在乎你记住了多少日子。在此之前，徐老曾经患过直肠癌，但是他却没有被癌症所吓到，而是继续沉浸在自己的翻译世界当中，继续在其中探索美，发现美。他说啊，我在翻译的时候，我甚至都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忘记了时间的流逝。那么奇迹般的，在这样一种工作和翻译当中，他的癌症居然自己消失了，而他也比医生所预言的时间活了更长的时间。在徐老96岁高龄的时候，他获得了世界翻译界的最高奖项之一——北极奖。那么，他也是获得这项殊荣的亚洲第一人。是很了解翻译本身啊，翻译也是一种藏在书本背后的这样一种要耐得住寂寞，能坐得住冷板凳的这样一种工作。所以大家可能啊对于翻译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徐老用他百年的人生经历却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人生的哲理。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坚持，一种纯粹，一种与世无争的豁达。正是因为在翻译世界当中找到了无穷的乐趣和成就，所以徐老在人事关系和待人接物方面就显得格外的率真和简单。在整个我们看到来送别的队伍当中啊，有不少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在我们直播之前看到有前来送别他的同事，还有从远道而来的他曾经的学生，现在头发已经花白，甚至步履有些蹒跚，但是老人们双手紧握在一起，互相道一声好，一起来送别他们的学术前辈。直播开始之前，我们看到了新东方教育的创始人俞敏洪先生也是来到了现场。他曾经呢是徐老先生在北大开班的第一届学生，对于
徐老先生的感情也非常非常的深。他曾经在撰文当中写道，徐老先生让我们看到了自己年轻一辈人的使命和责任。开始了，工作人员说呢，大家是六个人一组进场去再送徐老先生一程。
道您今年高龄啊，怎么专程来送徐老先生？我这个今年进进入85。您85了？我36年生的。好吧，你怎么称呼您啊？我姓李，叫李雅淑，是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的，是许先生的学生。您是他的学生，您今年85了。许先生跟我的老师，我的老师啊，李慧先生是在西南联大学是同学，我的那老师呢，也是99岁走的，前两年，我这个我是怀着很悲痛的心情呢，来到这里。我今天早上看到您很早就来到现场了，其实。因为许先生对我们人品、视频都是给我们呢做了很多榜样，是我们的典范。所以这次呢，我和我的同学、我的学生，广信这个广州，这个广外外语外贸大学的博导黄总连教授，还有湖南师范大学余成华教授，他们都是博导了，我就代表他们啊来表示送许先生的这份心意。同时呢，我们跟这个许先生呢写的晚年呢挽诗，这个挽诗呢在我手机上，如果以后方便的话，我能够可以现场给我们念一下。我先现场念一下。这个在您朋友圈是吧？在我这个就在微信里面就可以了。您可以找。对。没事，您着急了，您先找。这个。老先生今年85岁了啊，专程来到现场来送徐老一程。这是因为是我们老师。像我们主要的是要跟老师啊。留下的这么一点心意，因为有这么一个，我们那个就是，我想把前面的开始从这里开始吧。基本上我就是把这个意思吧，来表达一下哈。我们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对，一个，我们这个原来呀是去年我陪这个徐春华教授，就是博导吧，亲自到徐生家里呢访问完呢，我们写的一首诗啊，在我们学生中间、同学中间，在广啊，是月落山下飞白云，串串园里访诗城，艺美创游情为镜，文化传承品悟性。我们摄像可以来给大家拍一下，在老先生的手机当中找了好久写下的保存的这样一个文档，还是中英文翻译的。现在这个另外呢，我们这个在许先生100周岁的时候，百年华诞，我又代表我的学生、我的朋友，他们一起来给许先生祝寿。同时呢，也许当时送的一首诗交给沈迪，是他的这个秘书他的晚辈写的是“未名湖畔鲜花开，博雅塔上放光彩，恩师华诞相欢庆，五党千秋同饮待”。这个这一次我们把这两种思想汇合起来，这个我们的这个学生啊一起呢我把它打开点啊，这里我们写个这个新的诗，这首诗就是新写的了。我
这里要你要看看，打开一下，我看啊。来，我来。嗯，好了。嗯，谢谢。嗯，这个我刚才讲的就是黄仲廉、余中花、李亚书，我代表我这个，这他们几位啊。我们写的是许愿长头诗。这个意思就是，哎呦，又偷跑掉了。许若家国集群羊，渊源人类文化强，冲向明天一天下，好个态度真桥梁啊！这个为我们写的是啊，是4月18号的一个初稿的是意思。6月17庆的亲人走了呢，我们又再一次表示意思。我想我们主要的一个意思是学习先生的典范，学习先生的家国精神啊，包括我现在还在中国的翻译部、编辑部啊做点服务工作，包括这个赵文丽教授，包括张先仁编辑，我们编辑部对许先生也深怀敬意啊。我目前退休了，但是在中国科学院的国际合作下面的一个中国科学翻译编辑部做点服务工作。谢谢您，啊，谢谢谢谢您接受我们采访。谢谢。哎，您好，您是？先请朋友啊。您能不能给我留个名？好，稍等一下。可以。好。您好，您是？我是梅琪，这位先生是？是徐老先生的学生，今年85岁了。啊。刚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刚才我们采访的这位老先生啊，今年也是85岁了，他自己也是门下有很多学生，但是刚才呢，他非常谦虚说我是徐老先生的学生，今天呢也是专程赶到现场来送他一程。其实，在现场今天我们的送别的这样的人群当中，能看到很多白发苍苍的老人啊，看到他们可能自己也已经是岁的高龄了，但是依然呢是拖着年迈的身体，白发苍苍的来到现场，其实心里啊也是非常感慨的。许先生100岁的高龄离开人世，但是他还有很多他的学生的学生，真的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其实今天我7点来到现场的时候，好像就看到您到了，来得特别的早。您是北大的还是？不，您是跟徐老师什么关系？我是老洛外，老洛解放军外语学院。解放军外语学院，那您曾经是军人？是的，是的。那就所以您这个气质还是能够看出来的。啊，对，我们都从里面。收到这个徐老去世的消息。徐老师主要是我们在洛阳军外，我们是76年进校的，进校的时候呢，许元冲教授他是法语系教研室的，我们是英文的，但是都在我们系，在一个队，相当于当时就是同事。当时他是法语教研室的教授，他是老师，我们是学生啊。但是为什么知道他呢？因为那时候大家都知道，虽然他没有教过我们，因为我们是英文专业的，他那时候是不在我们在洛外，我们在洛外的时候，他不教英语，他是在法语教研室。但是当时法语教研室的主任呢，潘立金教授，就是你在很多这个采访文章里都会看到潘立金教授和他一起翻译过著作。那潘立金教授的先生是我们队的队长，所以就非常的熟跟许教授。许教授在学校的时候非常有个性，那时候我们大家已经知道他已经那时候已经在翻译毛主席诗词啊，已经在翻译唐诗300首，就是知道他在诗词韵律这方面不是一般的成就。那时候已经开始在做了。那虽然我们并没有教过我们，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学都知道。那大概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当时一起在我们是76年进校，86年毕业的，已经
76年到现在50年的时间，我们毕业以后，他是84年、84年左右才调回北大的。他在洛阳军外工作。40年前的徐老师，徐老师是什么样的？您还能记得起他当年的？非常有个性，但这个你就是说采访可能不能播，到学校在直播，我们在跟所有的网友直播。在跟所有的网友直播，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有个外号叫许大炮。当时在学校的时候很有意思，为什么一下子就记住了许教授？就是一下子看到他贴了一张那个小字报，写着炮打我们系政委，其实就是分房子的事儿，但是特别敢说。我们说这是谁呀？因为那时候刚进校嘛，就特别有兴趣了。我说这是许大炮，我说许大炮是谁呀？是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外，那么从我们的镜头当中可以看到啊，现场的告别仪式正在进行，大家缓缓地走出来。其实在刚才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是跟来告别的人聊了一聊，其实先不说大家的内容，从我们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来送别的人群当中有很多已经是老人了，有的是白发苍苍，有的已经是70、80岁，也专程赶到现场来送他一程。在前段的直播时段当中啊，我们见到了一位85岁的老人，他是徐老的学生。他提到徐老曾经对自己的影响和教导的时候啊，依然是印象深刻。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还看到了从云南赶到现场的云南师范大学的师生代表，带着特制的画册，徐老先生曾经啊在西南联大的一些老照片，还有在云南师范大学留下的一些照片，来到了现场。在今天的告别仪式当中，还有北京大学的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师生也来到了现场。在6月17号徐老逝世之后，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微信公号也发布了讣告。在讣文当中啊，是这样说的：许元冲先生从事文学翻译长达80多年，成绩卓著，译著跨越中英法等语种，在中国古诗英译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
形成运体意识的方法与理论被誉为诗意英法为一人。许渊崇先生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育人，勤奋严谨治学，目如春风，淡泊名利，深受师生的尊敬和爱戴。那么这也是对许先生一生的一个总结。哎，你好像那本书还带着吗？嗯，已经放在现场了。放在现场了啊、哦。谢谢。您是从江西赶过来的吗？不是，我是这个书的策划人，是在北京。刚才是出版社的老师。刚才出版社老师离开了吗？他在不在？已经离开了。啊，他已经离开了。对，其实刚才那本书我们是有拍到照片的，大家不妨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看一下那个即将要上市的上架的新书啊。对。许先生的回忆录叫做《百年不孤独》哈、啊，我记得那个标题名字。咱们从这个筹备到他上架花了多长的时间？大概4年时间。4年的时间。对，从应该是2017年左右吧。嗯。2018年那会儿开始筹备做，对，当时就是计划做给许先生做这个百岁纪念。当时许先生是90几岁，九十六岁。对，4年前是96岁。对，是这样。这本书当中主要写了哪些内容啊？或者说哪些章节？主要是许先生的这个一些回忆文章。嗯。回忆文章，他这个一生的这种人生经历，像这个求学呀、这种人生经历，加上对一些文朋诗友的这种回忆。对。当时您在筹备这本书的时候，跟许老有直接的接触吗？有交？有，对。去他家拜访过。对。当时给您的一个留下的什么样的一个印象？老先生他是非常的简单。我发现这个词儿啊，就是简单、率真，在我们今天直播采访当中出现了很多次。对，他就是那种很简单、很朴实、很纯真，对，就是这样的一个，给我们这样一个印象。当时他对于这本书《百年不孤独》，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回忆录有什么样的期望？他提了什么要求吗？他是这样，因为许先生是江西人，然后呢，他生前其实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能够在家乡的出版社出一本书，还是有那种故土的情节哈。对，这个当时我陪着江西美术出版社的这个编辑老师去拜访他的时候呢，他给出版社的老师说，他说你们来得太晚了，我是江西人，现在都马上快100岁了，你们这个作为家乡的出版社，居然没有出过我的书。所以说那个江西出版社的老师就说，对不起，说话很直啊，他说对不起，我们来晚了，这个我们就是想给您多出几本。当时签了3本书的合同，这一本其实是第二本。那还有一本，前面还有一本是许先生回忆他和钱钟书先生交往的经过的一本书，就是钱钟书与我这么一本书，已经出版了。这个《百年不孤独》是第二本，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许先生100周岁，就是做的一个选了这么一个时间点来做的。刚才看到那位老师拿着这本新书啊，是赶到现场，说是刚刚印出来的。当时计划是4月份上市，就是赶在4月18号许先生100周岁的时候送给他。后来因为他们为了就是把这个书做好，然后编辑啊，包括设计师就是反复在打磨，时间上就耽误了一点。那徐老先生最后有没有看到这个？原来呢，给许先生打印过一个封面，就是那个书的封面，老先生看到了。目录呢，老先生也知道，就是他没有，很遗憾没有看到实体书。此前是有一个打样的样书，他看到了。对，我想起来了，在我的手机当中啊，还刚才拍了一张照片，我不知道大家在直播间当中有没有看到，但是不妨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徐老先生的一本回忆录啊，叫做《百年不孤独》。我刚才也是拍了一张照片，留存到手机当中。在这个照片，也就是刚才这位老师提到的封面，就是徐老先生啊，握着
干枯的手啊，但是这笔可以说是笔耕不辍的这样一个感觉，在伏案埋头写着什么。那么这里叫做百年不孤独，也是最新上架的徐老先生的回忆录，但是有些遗憾哈、这本书老先生是没有拿到手里面，没有看过，这也是一种遗憾。但他此前见过样书，就是给他打印过一个样稿，他是看到过的。老先生当时看了之后有说什么吗？他希望能够早点出版，中间催过我两次，催过你两次，对，谢谢您，谢谢您。好，是江西美术出版社，来自老先生家乡的这样一个出版社啊，为了纪念老人100周岁的这样一个生日，专门筹划了4年，即将已经上架的这样一本回忆录哈，大家也可以哈、有时间的话去书架上找一找，看能不能找到老人的这样一本回忆录，叫做《百年不孤独》。谢谢您，谢谢您专程来送徐老一程。好，谢谢。好，继续啊，在这个现场，我们看到告别仪式仍然在继续当中。那么有很多老人啊，他们可能步履有些蹒跚，甚至刚才给我们想要展示一下手机当中的悼念词的时候啊，手机去操作都有点不太灵活，但是依然还是特别热忱、特别真诚的想要给我们看一看，在徐老离开之后他所做的悼念诗词。其实像在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白发苍苍的老人，看到他们会让我们再次想起徐老，因为像他们那个年代的老一辈的文人知识分子经历过很多的磨难，但是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保持了一份纯粹和执着，尤其是在学术方面。精华，然后这个毛笔已经有稍有写出来了。您是徐老的学生？不是，我是专门写这个书法的。我是上个月给那个袁隆平已经写了一批，在网上到处转发。今天是专门过来送别。对对对对，我从山西过来的。啊，你从山西过来？对。我们看一下您这个，都是徐老一些翻译的。哎，对对，都他翻译的。好上加好，你看这不到绝顶。不是庐山，这个面目，只愿生在此山中。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都有。爱红妆，爱武装。对，我们刚刚看到一幅。精益求精的那一幅，给我们展示。精益求精啊，对，那个挺好的，因为那个正好跟打印卡片是一样的，给你讲一下。我们想到卡片上用的这个东西，精益求精。这一幅好上加好，精益求精，不到绝顶，永远不停。这个是徐老在接受央视采访，他是对，也是对青少年的励志，对，对咱们这个青年人都是很好的励志。因为现在是这个专业化社会，你干啥必须做到精致，他体现这个精神其实是。您为
为什么会写这样的作品，然后今天来现场？因为其实我怎么说，因为我有时间，因为从山西来还有五六天时间，当时我还准备去河南，因为河南那个袁隆平时间太短促，我去不了，所以我这次我就专门来了，我觉得有时间。您平时也是会拜读这个徐老的一些作品是吗？我平时因为我是研究这个有书法和我研究制作和记忆的方法，我方面的有汉语记忆有单词，因为写毛笔有关键词有基础单词很重，我还在这个中学大学搞过单词记忆讲座。好的，我们刚刚呢看到徐老的灵柩从大厅抬了出来，已经上了灵柩车，准备从悼念大厅离开。那目前的家属在灵柩车前依次伫立，在现场目送灵柩车的离开。灵柩车已经缓缓离开了现场，灵柩车家属依然伫立在大宝山殡仪馆的大厅之前。他们在这里目送着灵柩车的离开，也在此刻来送别徐老最后一程。我们看到在家属席当中站在最中间的徐老的亲人拿着一张徐老生前的照片，照片当中的徐老面容慈祥。仪式在这道仪式结束之前，那我刚刚也是排队进入到了灵堂去送别徐老。在灵堂当中呢，摆放着白色和黄色的菊花，徐老静静地躺在灵柩床上，前来参加悼念仪式的人们依次鞠躬去瞻仰徐老的遗体，最后和家属告别离开现场。照片有，看到这孩子抱的这个。
这个照片。好，这是一个十四版的大书，这是以前。把这个钱，并且这是父亲，这照片其实啊，那血泡了以后，已经很模糊了。他希望在六月十七号后来给他复原家中辞世。唯一一张小学的时候和家人的合影啊，许先生是哪在哪里哪个位置？是这里，然后这是哥哥、哥弟弟、父亲。这样的现场，好，谢谢，谢谢。生前的场景是非常的契合。那么，徐老一生呢？那么刚才啊，简短的跟许先生的家属了解了一下刚才我们看到的在直播当中的那样一张老照片。那是许先生唯一一张在小学时候和家人，他的父亲、哥哥和还有弟弟的一张合影。这张照片呢，因为时间非常久远，曾经还经过水泡，所以已经模糊不清了。而刚才那张我们看到的老照片呢，是经过复原之后大家才能够看到的。家属的心情啊也是很沉痛的，所以我们没有过多的打扰，只是简短的了解了一下刚才那张老照片的来历。收看的依然是由新浪我们视频为您带来的直播。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依然是北京八宝山殡仪馆的大礼堂门前。那在今天的直播当中呢，我们共同来送别。好的，各位网友，感谢您持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在今天直播当中呢，我们依然是在八宝山殡仪馆来送别许元昌老先生。那在我的身后呢，是本次举办追悼仪式的八宝山殡仪馆的大礼堂。就在刚刚呢，许元昌老先生的追悼仪式在我身后的礼堂当中举行。那前来参加追悼会的包括有许老生前的同事同学，还有他的学生，以及他母校的一些校友，还有一些后辈前来瞻仰，来追悼许老。那追悼仪式呢，在刚刚已经结束了。许老的遗体，许老的灵柩也是从大厅当中被缓缓抬出，上到了灵柩车，缓缓地离开了现场。那在我的身后呢，依然有许老的一些亲属在现场来送别前来参加追悼仪式的亲朋好友以及社会各界的人士。那在刚刚的直播当中呢，我们也采访了许多前来参加追悼仪式的这样的一些人群。他们谈到许老的学生啊，对许老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的学识才高八斗，学富五车。那许老曾经采访过许老的一位记者啊，刚刚也是聊到了许老，他提到在许老的身上感受到最深的就是他身上一种艰苦朴素的精神。许老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在国际上也享有盛名。但是他提到许老，他说许老的家中的摆设非常的简单，一些只有这个他睡觉的床以及他翻译的书桌，还有书柜里满满的书。他的客厅里也只有沙发和茶几，非常非常简单朴素的陈设，就是许老日常起居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地方。那虽然许老他在
工作成就上非常的大，但是他在生活上毫不铺张浪费，也非常的简朴。那今天的追悼仪式呢，也是契合了徐老这样的一种精神。在现场呢，我们看到所有的陈列，所有的摆设也非常的简单。那因为疫情的原因呢，也在控制这样的一个追悼仪式的规模，所以说大概在一个多小时之后呢，这样的一个追悼仪式已经是全部结束了。在现场看到呢，依然有参加徐老追悼会的人群在现场进行合影和留念。在刚刚呢，他们都是进入到了礼堂当中，去以自己的方式去送别徐老。这样一位慈祥的老人的离世，对于我们国家的文学界、翻译界来讲是极大的损失。那这样一位老人呢，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他100岁的时候呢离世，与世长辞。他的一生当中呢，翻译了众多的著名的作品，其中有包括像《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还有《楚辞》等等这样的中国传统的文学作品。他将其译为英文以及法文版，在全球各地出版，书销中外百余本，诗意英法为一人，这样的评价是对徐老最好的概括。因为徐老在生前所翻译的著作，据官方统计呢，有超过150本左右。因为他翻译的作品主要以英文和法文以及中文三种文体的互译为主，所以说又把它称作诗意英法为一人。因为他熟练地掌握着英文、法文以及中文这三种文体，并且将中英法的这样的一些作品来进行翻译，所以说他对于中文以及英文、法文这三种语言具有极高的造诣，并且他的这个翻译讲究文学之美他的翻译呢是遵循原本，并且要高于这样的一个原意。所以他在他的翻译过程当中呢，其实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议，但是徐老先生一直坚持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翻译的角度，并且这样的一个翻译的方法，并且在翻译界也是取得了极高的成就。那目前呢，已经是到了北京时间的9点钟左右，在我身后的这样的一个追悼仪式呢，已经是全部结束了。我们在现场呢，依然默默的努力，来以这样的方式来最后送别徐老。我们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8:57，我们的直播也进行了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那么在我们的身后家属还在和亲友们和前来悼念的朋友们还在继续交流的，可能我们的直播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了，但是我们想在直播的最后